新的消息就是专门在收这心心障碍症这屏东的博大牛之家。咱先讲去年啊，因这个所在传出讲有十届的火烧，啊调查了后却发现拢是这内面囡仔因家己放的火，而且报案的人有那就是这个博大牛的执行秘书啊李运山，一进前嘛拢知影这的状况，所以警方今日将伊起诉啊。半暝这场大火是屏东博大尼之家去年防办火了后，提供予警方甲媒体画面。但是检警调查了后，发现半年来的十件放火，唔干啦拢是异性所做的，而且其中有六摆博大尼一方本身嘛知情。警方决定用准诬告罪起诉博大尼的报案人李运山。他知道院生有纵火行为之后呢，没有给他们做一个适当的这个辅导、这个管教，而且导致院里面的这个纵火事件不断发生。那甚至借此炒作新闻，那博取社会大众的同情，造成检警为了迅速查明这个事件，动用大批的人力浪费的这个司法资源，而且犯罪之后呢又否认犯行，所以检察官因此跟法院求刑十个月。不过对检方的起诉，李云山也是认为警方处的口径和证物都有问题。不只是冤枉，痛心呐、啊！什么我炒作新闻？我你看我全院为了火灾以后。每一次发生，我到处都装监视录影器。如果我的学生，我还监视我自己学生做什么？对被告的怀疑，警方表示将会交予法官去认定。不过十个月的刑期其实只是真轻的罪，但是警方认为，因为被告无要认错，而且身为弱势团体的管理人，对医生甲社会拢不应该做出歹的模样，因此无要予伊还起诉。记者王家川、李立昌、屏东报道。来关系台北市政府有哪针对啊？这违反的黑白歌、黑白话啊，来开出因的第一张罚单啊！这是两个这外国人啊，昨透早伫这公馆人的这顶下卡下卡安尼就开始咧黑白话啊，有一个这客人车问讲伫个现场有哪甲因口供啊，口供佫无要听，所以这司机这问讲就报警处理啊，这两个外国人就呾互人以这违法这废弃物清理法，甲因罚6000块。两位加拿大国籍的涂鸦客，就是利用透早商店的休困的时阵，伫个台北公馆的顶下卡条啊顶挂的黑白话，和经过计程车驾驶来发现了后，家己口供拢唔听，继续沿路的话，最后是由警方来出面做处理。我家被涂了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会受不了，我会受不了，所以我就直接到士林路派出所报案。开计程车20多人的驾驶林耀飘，看到惯势台北的街头，警官发现安尼迫害，所以勇敢出面来报案。也和两位的涂鸦客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27条，和人各自处罚6000块。这也是台北处第违规黑白话所来开出的第一张的罚单。我们也提高了，就是检举奖金。我们目前任何一个非法涂鸦的情形，如果有民众检举，我们就把罚金的50%。给这个检举人，为何市容似乎提供罚款的一半来作为奖金和检举人？同时也由环保局随时来清除伫个街头的黑白话。但是店家拢讲，要来做防止，真正真困难。年轻人可能没有想太多啦，防不胜防，防不胜防，没办法。看这几排店家，伊的铁门顶关，大多数拢有予人黑白话，不管是破坏景观，或者是艺术的创作，伫个无经过温准的空间内面，拢是违规的行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所以来看，就是98学年度这大学学测的成绩，今仔公布了。啊，这大考中心有哪公布，讲今年有109的满级分的学生。啊，其中这建国中学就22个，啊，北一路有10个。啊，这满级分的学生拢讲吼，因这生活吼，拢正正常，啊，上课正专心，啊，佮因的社团活动其实嘛正济，这拢是互因会当来摕到好成绩。22位建中高三学生伫今年学习表现优秀，摕到满级分。这些同学唔难够读册，嘛拢真有才情，国术、魔术、音乐、画图的表现嘛拢真好。比较重要是说什么，在学校要听课啦，嘿，课要听。然后因为这样的话，真的可以省掉很多回家读书的麻烦。毛同学将来唔捌补习，同款有好成绩。这位张同学为高中基础到大学学测，同款拢是满级分。伊的第一志愿是台大数学系。我觉得补习不一定是学习真正好的方式，就是补习它出太多比较有技术性，也就是比较刁钻的题目，这样反而会让我们失去真正的观念。台科中心公布，今年有109位科生满级分，建中有22个，北路有10个，其中北路够一个翘级生，伊讲伊上厉害的科目是英文。英文就是靠平常在累积，可能就是
每天要就是读一点单字，或是阅读一些杂志或是小说，然后靠就是平常在累积实力。也唔过，大学中心统计，今年英文作文有20000多名学生零分，国文的作文甲新论题嘛无人满分，学生个语文能力恐惊爱阁加强。考生会使用学生成绩来申请大学技术学院甲繁星计划等学校。记者陈淑君、陈崇伟台北报道。